麦丁，你找死啊！麦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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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二了。对麦丁，对，那应该不会很肉麻吧？可能，我觉得啊，就大概应该就是，买买买，行行行，好好好，去去去，嗯。安子夜，第二步要来了，咱们赶紧开始吧 ，Oh yeah！ 可他搭戏的话，可以学到很多，当然，希望他不要嫌弃我。看到他第一面，他脱掉了上衣，然后本来会觉得，哎，都是男生很正常，但是。突然想到他在戏里面演的是我的男朋友，就会有点害羞。看那样，感情还是不变，就感觉我们俩要不再拿出作品的话，就过气了。就是时候，对，是时候该出来那个什么那个兴风作浪了。